你好，你是孟平吗？哦，我是，你是？我是来相亲的，我叫嘉伦。啊，你怎么跟照片长得不太一样啊？哦，那是我10年之前拍的呀。小姐姐喜欢喝碳酸饮料吗？不太喜欢。那你怎么美得冒泡呢？No God！小哥哥是渣男吗？我不是啊。那你怎么吐得掉渣呢？KO。妹妹的脸不是脸，是勾人魂魄的杀手锏。哥哥的头不是头，是渣男狗毛的橡皮球。小姐姐想要生日礼物吗？想啊。我就是上天赐给你最好的礼物。那你想跟我交往吗？想啊。想就想吧，老大不小了，也该有自己的梦想。小姐姐喜欢养猫还是养狗？喜欢养你呀、啊，喜欢养你呀、啊。真的吗？因为养儿防老。行了，你穿着这样来相亲，就别浪费我时间了。拜托你先去买一件好一点的衣服吧。你不是乞丐吗？哦，我去演戏，衣服还没来得及换呢。你好，我叫孟田，我很喜欢你，请务必跟我交往。哦，宝贝，我来了。滚开，你别碰我，我先上。嗯，不是，你又怎么了？你告诉我，我就出差2天，你房间里为什么有其他女人的丝袜啊？人间的青草地需要浇水。不是，这不是你落在我房间的吗？好像是哎。你能不能别整天疑神疑鬼的？你学学我初恋呢、啊，他多少？你还想着你初恋？我就知道你还忘不了他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早就忘了他了。那你手上为什么还戴着初恋送你的手表啊？不是，这是我兄弟的，他来我家过夜了，他落在我房间了。哦，你跟你兄弟一起过夜了？不是兄弟，你在乱拨什么东西啊？他睡沙发，我睡床。哦，我还以为什么？不，这不是我兄弟的手表吗？怎么在你这儿？你俩什么关系啊？什么？这是我买的礼物啊！我想让我们2021继续甜甜蜜蜜、团团圆圆的。你看，我给你也买了一个，那我们就可以戴情侣手表了。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你了。你说我们10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呢？10年之后啊。哎，兄弟，你有事吗？开什么玩笑啊！分手怎么当朋友？你还想着跟我分手了？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算了，分手吧。对不起，别走嘛。哎呀，滚啊！我怪你。你们要不笑我吗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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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把这个喝了。啊，教练，珍珠奶茶我能喝吗？你不是要锻炼肌肉吗？咬肌也是肌肉，珍珠能锻炼咬肌、啊。真的吗？那我不客气了，教练。哦。哇！好吃，Later。哦，怎么这么没力气啊？哦、芝士披萨，爸、啊、爸，你不知道吗？芝士就是力量。啊，那我不客气了，教练。哇。
A few moments later， 来，教练，怎么只有菜没有肉啊？我没钱买肉，没肉没关系，我有啊。我给你做最正宗的手打牛肉丸，谢谢教练。哎呦我的妈！手打牛肉丸好吃吗？好吃，可味道有点淡呐、啊，有盐吗？有。嗯。教练，还有吗？哇！夏洛，可乐吧，吃这个。嗯，教练，这个太高热量了，不好吧？怎么会呢？冰是能抵消热量的。真的吗？那我们开机了，教练。哇！哇！啊 ！Later， 你吃午饭吧，把这个吃了。啊，不行，教练，这个不健康啊。就知道你会这样说。再两勺。对了对了，教练，谢谢。哦、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在做那个印度 baby。没事，你去做吧。嗯。教练，教练，抱歉抱歉，我不太会做。哦，搞那么麻烦干嘛？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哎呦我的妈！真的，哇，好香啊！这是补充蛋白质，能够长肌肉。真的？那我不太必要。哇，哇，啊，要吗？渴了吧？啊，来，教练，我能喝这个吗？这是补充糖分的，喝了吧。好，谢谢教练。啊，还没吃饭吗？啊，吃饱了才有力气。不行，这是垃圾食品。面包、牛肉、蔬菜，怎么会是垃圾食品呢？哦，有道理啊，教练。一定要吃完啊。嗯，好。来，吃点这个。炸鸡啊！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不能吃这个。你不知道吗？吃鸡肉。长肌肉，长肌肉，有道理哦，教练，那我吃了，吃吧，啊，哇，不用吗？来来来，一边吃一边练。我不能吃这段，我在锻炼呢。2020太曲折了，我还要参加苏宁的30周年晋升跑，迎接美好的2021呢。你最缺蛋白质了，肉最能补充蛋白质。那我不客气哦。来，哎，你先吃，你最缺，来多吃一点。哇。但味道有点淡哦，有没有调料啊，教练？有。
哎呦我的妈呀！也太大颗了吧！